第100題。あの先生、授業中も冗談ばっかりで全然先に進まない。说到那个老师，上课的时候就只顾着说笑话，完全无进度可言。一、と思いきや。二、ところ。三、ときたら。四、どしたって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为三、ときたら。说到那个老师，上课的时候就只顾着说笑话，完全无进度可言。あの先生、ときたら、授業中も冗談ばかりで、全然先に進まない。好，我们看选项的部分。第一个是と思いきや，前面接的是辅助 K。辅助 K 再加上と思いきや，表示原本以为却怎么样，本来预想可能会有某个结果，但是却出乎意外的发现或者是出现跟你的预想是相反的状况。第二个是ところ，前面接的是连体修饰形，再加上ところ，表示正在什么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个选项。時だら，前面接的是名词，再加上時だら，表示说到、提到。那么说到什么人，或者是提到这件事情，表示对所提出来的人事物感到非常的不满，或者是给予谴责的意思。第四个选项是どうしたって，意思是说就连什么也怎么样，即使什么也怎么样。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即使是这样的人事物也怎么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。あの先生と聞いたら、授業中も冗談ばかりで、全然先に進まない。说到那个老师，上课的时候就只顾着说笑话，完全无进度可言。あの先生と聞いたら、授業中も冗談ばっかりで、全然先に進まない。说到那个老师，上课的时候就只顾着说笑话，完全无进度可言。